我念交际，跟我同一辈的人啊，大概在台湾已经大概是剩下我一个了吧。当然还有很多年毕业了，是。那我和他们去见过。好，是。我们在我们社长的右手边是来自我们昆明李学友李老师。 下一位是我们来自河北杨志芳老师，他是我们邓国老师的儿子，也是我们杨成武宗师的嫡孙。好，嫡孙好。第三位是我们上海来的唐才良老师。 还有我们远道而来，我们二水居士，他写了很多文章，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上，当然都有人表现在里面。然后右手边是我们自家的我们研究会荣誉理事长傅坤鹤老师，然后我们下面第五代传人胡斌如老师，弟子我们王宏毅老师。 香港养心武艺馆邓昌成老师，杨守忠老师的弟子，也是第五代传人。好，还有我们自家人，我们研究会前秘书长林彩凤老师。